2021年又要过去了，可能每到跨年节点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会陷入到回忆当中。那些你去过的城市，你遇见的人，你拍摄下来的画面，再一次成为你这一年独有的记忆。而今天我却不想独自回忆，我想把这份记忆剪辑成人生的电影，全部都分享给你。跨年这件事本身其实是承载了我们对未来的期许，那就让跨年的钟声帮助我们每个人重启人生。你要记得，无论哪一种人生，都值得被记得。我期待2022与你同行，保持热爱，共赴山海。